老师当年跟张宇一起合作，那个时候在您眼里她是什么样的呀？小妹妹，小姑娘，她总是个小嘛，要知音我都认识她，非常著名啊，庐山恋，哎呦，那庐山恋，那就是你少女嘛，恋爱嘛，非常漂亮。她显得小，她的脸型啊，有个那圆乎脸，她不是演那个大嫂的那种姑姑嫂，就是人家请我去演妈妈，我演不了，对，娃娃脸，再画几根眉。褶子不信，你瞅瞅他呀，多好看啊！对，就太好看了。哎，这不是那时候婴儿肥呀，这对对，都是对。你看见他的这个形象的时候，你会心慌，你知道吧？真的是，就是很多男的心慌。对，心慌。这句话好吗？真好啊！是那个谢芳老师，您的电影那个时候，我爸爸跟我说过，他看的时候心慌。时代不同的人在心慌，对。对。